总统蔡英文2016年8月1号的道歉文中，承诺要将涂海法送到立法院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7号批评，行政院不仅到现在都还未将涂海法送来，现在又说要经过原转会后，再让还未立法完成的原权条例内的原调会调查后才能送来立法院，质疑是根本不想制定。啊，通过了这个决议说涂海法不要订定，那行政院现在也不积极推动了。退辅会每一次被询问的时候，他的答案很简单，说只要涂海法通过，我们就按照法的规定就还给你们，该还的就还。那你现在居然连涂海法都不想制定？行政院副秘书长则澄清，行政院长从来没有说过不制定涂海法，是因为法案内容牵涉复杂，还需要透过原权条例的原调会务实研究调查。不是画设了之后看的。是要让原住民族使用管理，那就要制定涂海法，你怎么可以不制定呢？他是说原转会有建议，对对，没有错，这样的建议，那你就把它当成，可是那只是建议，并不是说原行政这样就不定涂海法了。那涂海法什么时候要送来？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土调法成立以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嘛。接下来也在同步在进行。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安排7号跟8号审查原权条例。不过有立委质疑，如果是涉及目前执政单位的压迫调查，机制是否公平？我们在第3条第2款里面就有变更其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或其他传统社会体制。我认为你限缩了他们的传统领域，不包括私有地，就是变更了他文化跟传统社会体制。照现在院版成立了原调会以后，有人去检举现在的原民会。压迫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权利的时候，那原调会就要来调查现在原民会，是这样吗？传统领域的这个范围，各位委员都有不同的指教了，我们都尊重大家的见解。立委陈莹要求原权条例比较现行的促转条例与不当党产条例，但是也必须接近现行状况。但最后赵伟才是八号才进入原权条例逐条审查。原视新闻喜顾迪弗鲁案立法院采访报道。